凌心关大捷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，振奋了全国军民的士气，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展开。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投入重兵，大举进攻华北战略要地太原，在雁门关和娘子关，敌我双方展开了空前惨烈的搏杀。弟兄们，你们都亲眼看见你们的旅长已经为国捐躯了，现在由我来代行他的职务。我们的目标是重新夺回1300高地，有谁胆敢后退一步，我的匣枪绝不答应。我郝梦麟退后一步，你们谁都可以向我开枪。双凤枪，军队你千万不要上去，敌人的火力网无论如何是过不去的。过不去啊，上去就是了。将有必死之心，事无贪生之意。
手了。